终于可以不用再烧水喝了，拖地不用再带水桶了，擦镜子可以不流水渍了，蛋挞可以不用出去买了，肉末不弄辛苦剁了，老汤圆面条可以一气呵成了，扔垃圾不用再弯腰了，牙刷可以分色使用了，拖鞋刷子可以悬挂上墙了，卫生间可以有香香的桃子味了。